舅那里。我们去二舅那里。可以。出去之前要干什么呀？妈妈给你擦个香香，好不好？妈妈给你新买的这个擦香香的，我们擦完这个香香，我们再出去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妈妈给你新买的这个是桃子的。桃子没擦粉耶。对，最近这几天发现他们的脸太干了，之前那个冬天的太油了，然后现在想买这种夏天春夏用的。嗯，好香，哇，好好推开，水不水？对。嗯，大灰鱼过去吧。哇，乌骨的，乖乖走开，挡住那了。我说他之前穿那身衣服太花了，就给他换了这一身我之前穿过的，现在我不穿了就给他穿。给我看看你今天穿了什么衣服。哇，好漂亮哦，里面这个是吊带裙来着，但是呢今天凉，又给他把这个穿到里面。我认你，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大皮褂，总摔了还不长记性，还要跳着下去。你不要那么皮了，你好好走，没有摔跤了。嗯，对，好好走，等下又摔跤，又得去缝针，痛不痛？不、哦，不、哦。今天还是开我的小电驴去，先去坐地铁。坐地铁吗？对呀，因为我们人有点多，打不了车，总共的话是五个人了，就只能坐地铁去。到地铁口了，准备进地铁。我哥跟他儿子已经进去了，我们现在才到。嗨哟，地铁来不及了。一刻都不老实，小摸不该摸。我们现在汇合了，这个呱呱抓都抓不住。呱呱，你看人家哥哥站得多好，去跟哥哥站一起，不要到处跑了，危险。对，站住。不要玩，我上去买。我妈的，我妈那头冷不冷？小呱呱，好多人。32号是。哇，这个电梯好高哦！这个火车站这边好多人。现在过去我二哥那边还有点早，先带他们去儿童公园玩一下。他就在这儿童公园附近。到喽！哇，今天好多人呢。哇，乖乖，你看好多花哎！这个小短腿，你小心一点。哎呀，真的是跟放牛一样。这里估计拍不了什么视频，因为我们家呱呱一会跑一会跑，我追都追不上。女汉子一枚，你小心一点啊！我把我妈给吓的。我的天，你看你看，怎么开得住嘛？这样跑，这样跑，这样跑。来，大家往左边，对吧？不哭又走了。给你们看看这小朋友怎么出来的，不走寻常路，真的是。我带他出来这里玩，累的是我，不是他。这样子爬楼梯。跳上去，我的天哪，撒手没一下跑不见了。我们家呱呱老是要从那个蓝色那里过来了，我吓死了，真的是。叫我们三个。这小朋友玩累了，要骑马才能走的。到了到了，去到哪就放到哪。这是你的命，没办法。看看我们家这个瓜。没有好吃吧，岗了换岗了，这下有我二哥，哎，这个大厨来做。大厨还剩几个菜啊？一个了，一个。看我甩锅的。甩了天。这附近有个飞机场啊，那上面那飞机老是飞得呜呜呜响。哇塞，这是今天的菜啊，好丰盛。还有这个鱼才是我做的。你看这个人已经秃了，才三十岁已经秃了。我后面会给你披个头发上去的。好，你最好吃啊。是鱼吗？是吗？是脖子啊。跟我哥他们一起吃的话，就是二哥包场。你们加油哦，快吃完喽。